级汽车。拯救恐龙。全都检查好了。雷克警长，现场情况如何？一切正常，卫星随时可以发射。好，开始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发射！时空热线正式开通，现在全宇宙的朋友都能联络到我们，那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啦。没错。这么快就有新任务了？等等，这难道是恐龙？我们遇到了火山爆发！不好，恐龙们遇到了危险！紧急召唤超级汽车！警车雷克，消防车高迪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防护铠甲。时空跑道开启，它能让超级汽车直接抵达目的地。哦，这太酷了！超级汽车出动。这里的火势好大呀！幸好我们有防护铠甲。天哪，快看，火山正在喷发。大家快跑呀，火山爆发啦。可怕的火山喷出大火球，燃烧的丹尼射大水泡，火苗熄灭了。一龙见龙，三条龙，蛟龙万龙，霸王龙。一个都别少！不好，前面有岩浆。怎么办？我们往高处跑。开雷大寻找，恐龙跟我跑。发射大水泡，火苗熄灭了。正在燃烧，温度高高高，恐龙快点跑，加速跑跑跑，到达山顶了，我们终于安全了。恐龙朋友们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们都没事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可真棒。不客气，当你们需要帮助时，请随时召唤超级汽车。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
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。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嗯，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瞄准目标，飘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！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。石头，哇哇哇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超级汽车会胜利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你当然会失败，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。博物馆风波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。
跑呀！好，我来啦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啊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
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是了，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前方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机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小汽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风沙中的对决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哦，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。
有个机器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。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组织你们快点来吧！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哥，那要赶紧阻止机器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，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住手！雷克警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麦特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。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。站住，别跑。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，大坏蛋你别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。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。
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流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！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了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！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失业的垃圾车，嘟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
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。来清理垃圾，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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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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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。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泡泡灾难，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，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逃快逃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
出动！快消失，跋涉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，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马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楼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。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交给。
脆脆，我的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。手跺脚扭一扭，排队好精彩， Happy Happy Happy， 我们在一起，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嘿，嘿水下救援。去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啊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！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冰面裂开了！快跑啊！麦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麦嘟嘟，麦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麦嘟嘟和麦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；大力士跳车，阿力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冰面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。边唱边唱边唱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。开启潜水模式，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 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。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，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！啊啾啊啾！谢谢你们，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
嘿嘿。